今天你这个手，我希望你能回家洗澡的时候，因为你连这一节最容易受伤堵住，他堵住以后这边都堵住了，但是你们洗澡洗几分钟？五分钟，以后我要再好不容易。你能洗澡？跟我说，你能洗澡？你能洗澡？要洗三十分钟。熬夜睡三分钟。啊，我查甫人就睡，你睡不了，睡四十分钟，伊也睡三分钟。三多的，你那头，还是根本都我顶四十。你洗上班，阮男就讲你起来这无能哦。啊，我想了，我开洗不起啊，叫你都袂使。来，拿个女人要过来。拿个女人要过来。谁呀？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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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香香的，哦、那什么东西？哦，椰子。这椰子啊，我每天都这样，这样哈、啊，有没有很多？老师这样子不会反胃吗？这样就不会。好吃哦，我每天都喝这样，这样三汤匙，早上喝三汤匙，中午三汤匙，晚上四汤匙，哎呦。小刚哈，你是吃了废什么？不是油，废什么？啊，吃下去不是废油，它不是油，它变什么？它变能量，变成中等一种，它在体内就开始在杀菌了。哦，是中转。所以我吃椰子油不是吃，因为它不是变油，来起来哈。我把它先把它当作肥皂，因为我这里没有肥皂嘛哈。当脂肪，当润滑油。当润滑油哈。然后我就摸它，看到到底什么地方堵住，这边堵住了，你看这边堵住了，我就推不动，这边的抠抠，这边的抠抠，这边抠抠，哦，这边卡得更厉害，抠抠抠抠抠抠，停，血管已经歪掉了，看这一次，抠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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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抠，哦，好久怕了。你找个水刷就好久了。是不？是节气吗？这个音哦，节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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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尴尬哦，所以不然了，真得到运气了，运气，真的运气，运气。听人讲哦，你不会做事。不是运动吗？这里很痛。好，接着哈、哦，老师不管他哈、哦，老师就乱摸，哦，因为老师乱教，你们都乱看、乱学、乱做，阿都乱健康。按摩，每天都这样摸，有没有？摸肥皂的时候是不是要这样摸一摸？嗯、哦，这样来摸一摸，因为我们让血管变成直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哦，看看，直直的，通通没有阻塞。不过那些人不喜欢他的乳名，他老忙他的乳名。我就这摆来教你啊！我要教你啊！我先从把布挂开嘛，你把迄夹条的嘛。哦。哦，然后这样，安尼。准准嘞。我准准嘞。安尼。准准嘞。哦。像螺丝。然后介绍大家，骨头吼，帮我上尾啦，加，介绍来。摸上面只哦，只，阿木家摸上面只，阿总啊，一次哦，一次哦，一次哦，领导是暗头红牙，未记啊，看一场球，那顶了噶，哦，这块堵住的话，这一边的血液都不循环，但你有用，那边会套下去的，所以这里哈、哦，来给你帮我摸骨头，啊不是，你家就你家，不是啊。我那个头摸咩啊？放这样下去，大概你反正讲，你家己来听，你快听。比较重，啊，愈修愈就愈袂疼。哦，然后每一条货，我就把它抓起来，放松。你们家里面要自己做，啊，老师帮他做是这样做，
很舒服吗？嗯嗯，在，别在哈，卡在我大好姐。哎，怎么刚刚不一样？刚已经播油了。刚六月六月。都看江边哪里，走哪里？那不会啊。现在做摩斯。通了。啊。很舒服。那不会啊，你改光看吗？摩斯织的，你看看，他脸呢？看脸。为什么你平常不会做？没有学，没有人在教。平常平常来。无。变个讲，你也无法打。你好，老公。去手给你看，每天你要功课给他做，你要帮我这么做，我老师说的。啊，没有，他不跟你做哦。啊，你爸现在说的，我说的，我这边就给他练。你爸现在在慢慢经，慢慢练，慢慢练，要么身体好，你爸在我就跟你说。因为哦，男的少年哦，是顾母，老是哦，爱给母顾，所以男的哦，是较黏的。你不爱，可爱，因为你老的是太太的第二个儿子。哦，安尼可以了诶。老师，我求一下，如果现在是这么怕的话嘛，那我不会不给得等你。哎呀，大家都拿准得我了，谢谢阿妈，都等你。天将主人啊，你主人行就不规则啊，唔对啊。啊，所以我讲，女人要常常怎样？这双常常要怎么样？常常这样，这个洗完澡，在洗澡的时候啦，洗澡不是有肥皂吗？还有两个人哦，一个人有。你要是笑，你是不是这样啊？笑什么？可以走了啊，阿伯不是还可以走吗？洗完澡。老师，请问如果用菜瓜布这样？不好啦，表层啊，都要改哦，微调，把皮包我，我只要用这样剥鸡黄，把鸡肉剥开，让你血管这样顺畅，然后这样转一转，然后这样放松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这不是这样可以搓吗？对，那个放搓一搓吗？然后这样可以丢丢的，就搓一搓，还是洗洗的，还是这样通起来。有没有很简单？好，我们再看这边哈、哦。我们很多人常去给那个骨头塞哈、哦，塞就撑出来哈、哦，就撑出来。啊，你给他干燥啊，我今天听他要死啦，啊，这里贴条，贴得疼啦，啊，就撑出来啊。啊，塞完哦，他顶跳跳，你看，刮痧很轻啊，刮痧，是这样对不对？不对。举起来是紧绷，当然是硬硬的，所以这不正确。所以要干燥起来了，去放屁屁，啊、嗯。好放松，直接放松，放松，哎，王胖梅，王胖梅，哦，哦，这个点点，很痛，这个点点，你就把这一块放松，这样放松哦，这个点点这点了，他怎么捏捏？捏捏一流练的啊，我就喊的你，我就喊的你，哦，这才是要正确的疗法，因为只有放松过程当中，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个地方，啊，你还紧绷起来。拢检查袂到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自己要去检查，还是靠谁？所以虽然贵，但虽然三分五，还要说三十分。三十分啦，会头啊！你够考啦，你大家了，虽然我三十分哦，一个月考你变四块钱啦。要不要变四块钱啊？爱哦，多少钱？对啦。